谢谢。主持人，上面几位请。你们好，经纪人要不要一起过来？好久，好久不见了。他戴耳机听，没有。哎，上面请，讲讲。哦，好好好。啊，等一下，等一下，忍一下，忍一下。恭喜，恭喜，恭喜！你戴墨镜吗？太闪了，太闪！我都还没放嘞。啊？还没放？放闪啊？还没啊？你这还不够闪？还不够？你每天都在放闪，不够？对啊。我们都不敢滑到你那个哎。对啊。我们都已经用抗蓝光了，都没用哎。大家先问展览，谢谢。还有专辑，要等尚美姐啊，那我们先聊专辑啊。好，专辑啊，好。真的在。哎，刚才拍摄的那个老师说，好像感觉更浪漫，要不要讲一下？就善挪威让我浪漫的场景。不是啦，他说的浪漫是一个形容啊，因为他可能。他拍过很多东西，记录过很多东西，但他可能没有记录过一个人在制作专辑或者是录音配唱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把这个过程形容为浪漫嘛。对，是真的蛮浪漫，因为我也把这趟旅程，我感受真的是很什么？当蜜月有吗？不当蜜月，真不当蜜月。就是包括我们这一次去到挪威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冲着挪威这两个字，我们是真的去找了一个录音室。当时有三个选择，一个是法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挪威，三个都是录音室。但是比如说日本，我们觉得第一个我们觉得会不会太近，他没有让我们日本太近。日本太近。然后法国呢，又觉得好多那些市区的东西，无论是时尚、美食，都感觉脱离不了这种都市的。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了挪威，也不是因为挪威这两个字，而是这个录音室，它真的很特别。就像我说的，它就像天涯海角一样，很远，对我们来说很远。我们要很艰辛的到达目的地之后，然后去熟悉那些比较淳朴的自然情况。我觉得很特别。然后大家主要是我们都很专心，没有其他的事情去会让我们停下来。大家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容易。原本就是那个器材跟行李都没有到，你是真的要暂定的那种？你确定？什么？刚才放闪吗？刚刚说什么悄悄话？悄悄话，悄悄话听不到。再举起来！你先出去好了。啊！干嘛？好了，我们先不问尚美姐的问题啦。对啊，你们专心问。我们先专心问你专辑的东西。专心问。来问啊。问你器材是不是掉？器材忘记。对，人到了就好。对，所以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我化妆师艾文他们那个东西也没有到。然后造型没有到，造型的衣服没有到，不是造型没有到。然后大哥的器材没有到，很多人的行李都掉了一半，然后造型就崩溃，大哥他们崩溃，因为没有东西，没有办法录，没有办法工作，没造型，造型师行李没到，他就去当地去赶快去那个店铺去看有没有东西。他说他去什么店，最好的店是什么 ？H&M 还是 Uniqlo 就是他最好的店是 H&M 对啊，当然也很好，只是说跟我们的东西本来预期的东西是有落差的，风格有落差的，所以就很慌。但是就很幸运，就是过了五天，
慢慢东西都陆陆续续到，最后最后我们的那个摄影大哥郑哥的行李到台湾才又返回寄回台湾给他，在整个挪威的过程他是没有行李，他没有衣服，然后他每天就跋山涉水去采海啊采沙呀、啊、鞋子都是湿的，每天穿一样，我就很辛苦。五天嘛，几天才拿到行李？他回到台湾，回到台湾还要寄回来。他回到台湾多久才拿到行李？摄影大哥，就是他的行李在外面自己玩了一圈。哦，对。那你自己的行李有掉？我的没有，很幸运，很幸运。最重要的东西都在身上。我们分了3批还是4批人同时出发，都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我是转最多机的那一个。一条路，很多的都是只有坐两班飞机。我是转机班，我忘记了，反正我是最辛苦的。就是、有些转机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行李可能接不上。然后，但他们的很短，但是，坐的班机比较少，但是他们的接驳可能很紧，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掉了。你把你衣服借给摄影师穿吗？穿不下。主要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是有办法解决的啦，只是很多东西你不舍得一花钱嘛，比如鞋子或什么内衣什么的，肯定还是会去跟同事借啊什么。那你专辑名称叫《野生》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取这个？野生，其实我们概念是从一首歌叫做《目的的找目的地》开始。那其实，为什么叫野生，是因为很多人经常说要跳脱舒适圈，但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扩大舒适圈，我们是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们的舒适圈扩大，而不是纯粹的逃脱出自己的舒适圈。我们希望我们在哪里都可以是很自在很开心的去很生活着，享受当地的一些生活方式跟工作的态度。对，所以呢这一次很多东西都不是预期中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做一些计划，对，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子的任务跟什么样的目的，那大家一行人就是决定了这个理念而出发。对，所以像刚刚大哥都说了，其实是在挪威的15天要完成6支 MV， 基本上我觉得是有困难度的，而且一半时间是没有歌的，音乐是没有出来的，所以然后而且又很尴尬，就是我们在拍那个 MV 的时候，你的音档，这个音档它是很粗的，就是当地的人。就是外国人他们在听我们在拍这个音乐录影带的时候，他会觉得哎，这音乐怎么会粗粗的，就是我们音乐怎么粗粗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我们一切都是非常的野性，非常的就是野生吧。我们最后我们录到不知道第几首的时候，我们决定那时候都还没决定专辑名称，对，是因为我们整个过程让我们觉得就是很奇幻很野生很不在计划中，但是又很享受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张专辑叫做野生。那跟你们拍完6支 MV 还有时间拍婚纱，本来就有规划要顺便拍。其实这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去到那边真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专辑。但是去到那边，比如说像台北的林立老师这边，他听到我们要去，就想说那为什么不顺便拍一下呢？那其实我们真的就是顺便拍一下，然后老师准备了一套礼服给我们，然后就是然后大哥他们帮我们就是在工作的之余去拍了一套衣服。对，这不是婚纱，如果这是婚纱，那我肯定被对不对？被怎样？这个怎么叫婚纱？才一套怎么叫婚纱？是吧？那你要拍几套？你要拍几套？最起码也是6套起跳。有这么多
有在规划了吗？有在规划了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要真的要拍，怎么可能就这样拍？他绝对就是顺路的嘛。在哪拍？跟我讲一下，接下来要去哪里拍婚纱？有要拍，还没计划，还没计划，还没计划。但是这肯定是要做的，因为我就说，他记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以前我可能觉得这件事也并非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啊，仪式感的事情，真的是必须要做的。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张专辑是当时在创作，两边都在问。有计划其实要办十年，就是婚礼是吗？对，明年吧。明年吗？对对。大概几月份有机会？反正你们肯定都要来的嘛。真的吗？真的吗？邀我们哦。台北，台湾，说好了，说好了。你们肯定要来，不管在哪，你们都来。不要在台湾嘞！要打勾勾啦！哎呀，干嘛？打勾勾！好，下一题哦。这一次这一张，他有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是不是对你来讲是最特别的一张？是最特别的，因为就我刚刚也说了，因为我之前做专辑，其实我是一个对文字比较被动的、比较迟钝的人。那我心里对歌词跟音乐又很执着，我觉得音乐永远是音乐为重，对我而言，所以这一次的专辑让我深刻体会这个文字的魅力，然后文字甚至是文字跟音乐贴合的魅力。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也是其实我以往专辑比较缺乏的。那这次找了卓中老师，他从原始的企划概念开始去设想，他不是只写词哦，他是我们整张专辑最核心的概念，跟这个所有要表达的东西都是从方安老师这边开始的，然后包括因为我生活上的改变嘛，所以作品里面也有跟我生活很贴近的东西，无论是这几年大家一起熬过来的疫情，当然还有我自己生活上的改变，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投射到在我的专辑里面，这是的的确确是我人生中最不一样的一张专辑。那你人生角色也改了点，对，应该不能只说在专辑里了，就是我的生活其实就已经都变化了，因为前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都在习惯这件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在同事面前我们应该要像以前一样，还是我们可以牵牵小手呀，或者是在同事面前或者在大家面前去表达这些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我跟上面都在习惯的事情，然后慢慢在拿捏那个分寸，因为真的有点不习惯，但是这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很好的，对啊，所以对啊，大家也在习惯，我的歌迷也很好，他们我一开始就很担心他们，因为怕说自己宣布自己的事情之后，那歌迷朋友他们就会我觉得会有一阵子那种尴尬期，对，但是他们还是很可爱很成熟，就在机场遇到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就会比以往更拘谨一点点，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们越来越自然，然后也送给我送到祝福，就当面的给我祝福，然后我就觉得很温暖的，谢谢。所以现在在外面你自然而然可以牵手啊？哦，当然，对，就是工作的时候比较少，但是在平常的时候
就很正常。可以过去怎么？牵手可以再进一步吗？比如说，亲脸颊啊，就是公众场合，公众场合也会也会。那你喜欢现在的状态？我喜欢啊，我喜欢，我喜欢，我觉得我觉得我很幸运，然后让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然后也让我觉得很踏实。现在做的事情，现在的决定都是最真实的。之前忍很久，一直不知道忍着不放下，就去牵三个姐的手，这样是忍得很辛苦。你们以前都在桌子底下偷偷签，对不对？就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你们就下面在那边勾手，这样，对不对？真的？哎，你怎么忍得住啊？就是你知道，你最爱的女生、最爱的经纪人、最爱的女人，你人生的目的地就是她了。对啊，她就在你旁边呢。就早就已经 catch 啊？哦，不是，你不要乱用英文，好不好？早就已经抓住了。哦，就已经抓住她了。对，抓住了。这不是什么目的地，在我心中，在我们彼此心中，我们早就都已经到达。对，不需要追求，我们已经没有所谓什么事情要追求，而是说，包括婚姻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没有一定要这么做。婚姻是我自己坚持要给我自己的，我必须要什么对他。今年才决定要结婚这件事情，没有没有，之前就我一直都很想，一直都很想，一直都很想，只是因为他是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家人，也是我的情人，他会兼顾他的专业的角度，他也怕耽误我的事业，他一方面他也怕。我呢，他怕我，他很好，他就是会，他觉得这世界其实很美。啊啊！什么意思？这世界很美，这世界很美。他意思是说，他不希望，他把我锁住了。啊！他更希望我去看看这个世界，所以他一直抗拒你的爱，那你就是一个没抗拒，他没抗拒，他只是给我了，什么意思？就是你被婚姻绑住的意思？他不想绑住我的意思，他不想绑，他不想绑，无论是在我的职业生涯，或者是我的生活，对他都给我很多的空间，所以应该说他给你很大的自由空间，对不对？对。所以呢，他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女人，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最好的女人，女人。哇！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之前没公开的时候，你一直想做，然后公开之后终于可以就是比较大方？比如说像刚刚那样牵手，就是一起同出同进的那种感觉，差别这样。因为就算现在公开很多事情也不能做呀，就像我刚跟那个电子在访问的时候，我就说我其实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也经过这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在分享的同时，我发现对面的人他其实是难受的。啊？谁啊？谁啊？就是在被我分享的人。会吗？会吗？谁在难受啊？你说爱你的人吗？真的爱你的人？又不，有些人会不是没有针对谁，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会，会觉得太，所以我自己说，我在拿捏那个分寸，爱情的分寸上。对，有的时候也对，不要表达这么完全。你明白我意思吗？他再想一下，他再想一下。我讲一更简单一点，就是，假如是你今天中了乐透彩，你不会一直告诉你的朋友吧？
可能会。但是你不会一直讲吧？因为哦对，他们会很羡慕你。哦，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们会借钱，他们会很嫉妒你。对，我怕借钱，怕借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当你在分享你好，不一定是爱情，就是你在分享，无论是你的职场，或者是你怎么你升官了，你在分享这个过程，其实大家会有压力，大家会有压力。他就像有些生小孩一直晒小孩，有些人会就是觉得，我这么想问他小孩的问题，不就是你们懂的，你们懂的。无论我懂，就是他不是纯粹与爱情，对，他是所有好的事情。嗯哦，你今天分享你很惨，他们可爱的，嗯，对不对？但是好的事情你越讲，你对面那个人他是有压力的，因为他会觉得那他生活有没有跟你一样幸灾乐祸？怕人家说你炫耀。哎，我也不怕人家说了，反正就是他就是在拿捏那个方面。好，拿捏。Summer 跟你公开之后，经纪人跟老婆的身份角色转换，那我问你，那子怡确定之后，你跟 Summer 的关系永远都会保持这两种并行的状态？还是有一天只会吃两个苹果。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更希望她就是我老婆。所以我们有这个方向是说，因为我觉得她是全世界最辛苦的女人。我其实我觉得她工作的时候虽然是快乐的，是有成就感，但是你们可能看不到她工作的1%或5%，她真的很辛苦。嗯，他真的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我有一天你会希望他，我很希望他休息，把工作的那块放开，他应该放掉，他应该放掉，不是不工作，不是不工作，而是慢慢放掉，慢慢放给他信任的人。那你能习惯一个新的经纪？其实他是会一直在监督，现在的角色就是监督，无论做什么工作，包括在专辑或者是什么。他都是扮演一个监督、监制、监督的一个角色，去看整个大块的东西。他会永远监督我，你放心。你放心，他会永远的看着我。只是我是希望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要这么。他做了什么很值得我们所不知道，让你很担心的是我身体受的。你所不知道的，很让你心疼的事。是他自己啊，我压他压力太大了，他压力太大，他你们压力很大，你们压力很大，但是对。通常他们压力大的时候，你会怎么安慰他？因为你过往都是他在。我会，比如说刚才在采访的时候，我就要笑一下，因为他在下面他会很严肃，他怕我也一不小心可能说错话呀，或者怎么样，状态不好。他脸就会长这样，他不是在生我气，他是很认真，他不能有任何差错。那我就叫他，我经常跟他放松，不要放轻松，一切都是最好的。就好像，好突然啊，好突然，就好像。比如说今天有人要捶你一下，对吧？捶看，捶看。今天如果有人要捶你一下，你想被怎么捶？你想被，我不想被。你想被这样捶，还是突然被捶一下？就是没有预兆的捶一下。什么意思？我的比喻很奇怪啊。对，就是这样。你看，你看那边，你看那边，打你一下。怎么了吗？对。还是你要等我打你那一下，你觉得难？但是你要想象这一下是会痛的哦，很痛吗？不要，对话很怪。我在比喻这，我在比喻你打他好。没有，我在比喻这，你现在要打针对不对？打针，那个有心理准备。对，你要他突然打好了，还是突然打好？还是我要打，那你看一下，我要打了啊。一二，怎么样？一定要这个表情。突然打好了吧？就突然就好了。对啊，对啊，这是最好的呀。对啊，对啊。为什么讲到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你刚刚突然就讲到这个。微笑，微笑，微笑。我跟你说，如果真的怎么了？
真的怎么了，是怎么样都会怎么了。你这样跟这样子都会发生。哦，笑一笑就过一天嘛。你不要延续那个恐惧，是不是？对，不要畏惧，不要畏惧，不要想太多了。Take easy， take easy。哦，懂了，懂了，懂了。好难哦。啊，陈伟有个问题想问你。他只有歌吗？他很多问题啊。你现在除了长爱十六年以外啊，你还有长什么不让我们知道的吗？比如说你有已经有小孩，你会不会已经有小孩了、啊？因为其实你都神神秘秘的啊，每次问你，你就他妈说，你就只能问这个吗？你就只能问这个吗？对不对？然后现在总算，你不要呛啊！不是，没事，而且我忍住，我忍住，我就说你自己是不是其实有小孩不能说啊？真的？你干嘛这个表情？你们又要给我乱下了！没有小孩。哦，小孩这一部分呢，我跟 Summer 是比较一致的想法。嗯，对。什么想法？什么想法？哦，下一又下一题了。哦，好，下一题。一致的想法是大概什么想法？这个我们下次但那个专访的时候再聊。专访有吗？有专访吗？我不确定耶。耽误大家了，不会，大家其实都蛮有空的。他今天为了你排开所有的东西，我晚上还有演唱会，对。你可以躺到五点半。下次。好好好，下次，下次好好说。很多事情不能仓促。好，那问你别提了啦。好。那你是看到Summer姐，一看到她就决定把这个女人要娶下来，还是你什么时候才打？什么东西？就是有是一见钟情吗？还是是日久生情？我对Summer可能。啊！有人帮签了，好，好，我就觉得他超正，哇！好，就这样。好啦。刚才纪录片里面有讲说，你觉得你好啦，觉得你一大风要越，所以这次是特别为了找这些人，然后想要做一张贴近大众。至少如果是我自己去弄专辑，我就会把专辑。放一些我觉得哇可能很屌或者是很帅气的和弦、或者是什么怎么样的唱法，就是满足于我自己，但是可能这个东西就讲简单一点，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不好懂啊，或者是无法吸收、不好唱啊、就简单来说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会真的会让我跟我的听众会越来越那个有距离的，所以我这次也是我自己主动跟Summer说，我想找制作人来帮我做专辑。那Summer听到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因为他可能觉得一个人会这样子去认识现况啊，或者是不会，这怎么讲？我也不会讲的，就是就会去想一个大的东西。他觉得这个算牺牲吗？或者是算聪明吗？不一样，以每个人角度看不一样。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认为，虽然我这个过程不是我最舒服的工作模式，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那问一点专辑的部分啊，我想说，今天新专辑出来之前，那一套演唱会不是已经取消了？那接下来会有新的巡演？巡演哪一个演唱会？那个十七。哦，对对对，那个也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对，其实我们的演唱会是随时可以出发。那这张专辑为什么演唱会一直没有再启动？原因其实就是在等新专辑。我希望新专辑出来之后，它只有新的东西，有新的概念，它会有新的想法。在演唱会，它有不一样的东西，有新歌，最起码有新歌嘛。那明年台湾会有演唱会？明年
会有吗？可以说吗？演唱会计划是明年，期其实已经定，期都定，但先不说。那你会先，你会先办婚礼还是先办演唱会啊？可以让我们先准备一下。对啊，我们有没有没有想过，也许他是同一场？我在忙，不要吧。拜托了，分开了，分开了。他的肝已经出状况了啦，我都要吃干药了。天哪，反应太快了。哎，那你有想上大巨蛋吗？就是这个比较大的舞台。对啊，哦，大巨蛋，大巨蛋很早就来问我。啊？对啊。那你有答案？你的答案是？没有啊，大巨蛋现在不是在打球吗？对啊。那明年呢？对，你不说明年？明年呢？明年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哦。有婚礼办大巨蛋？没有，没有啦。才刚盖好了，还没人做过。仪式感，你想要仪式感吗？随便仪式感那个啦。超仪式感。那你现在新专辑的哪一首歌最能代表你现在的状态？有啊，真的有，超代表。哪一首？哪一首？你们都听过没有吧？专辑明天才上，明天才上。可以讲吧，可以讲。等一下就要出，等一下。那不能。为什么？可以。他明天就十二点就上。OK 啊。有一首歌叫做《在无名指有你的名字》。哦，那不会真的有吧？在无名指有你的名字。没有，你是哪个你啊？女字的女。不规定，不规定。哦，不规定的哦。在的就是人字不能，在无名字有你的名字，我们不能局限于女性，对对对，就是人字不能，女生唱她也是唱男生，那为什么是这一首歌？为什么是这首？因为她刚结婚，你这个意思问题我不太懂。好，那我们就下一题好不好？下一题。没事了，哎呦，应该有事吗？应该有事吗？我等一下，你说有也说一不有，什么意思？你说有，等一下赶飞机，哦，赶飞机，赶飞机，你要去哪？我去台州。哦，飞机，飞机，所以要转机，要转车，哦，今年跨年在哪？可以讲吗？跨年好像好多。你怎么又换了？你怎么又说换了？什么？我不知道，要问你。跨年在哪里？跨年在哪里？跨年啊！在，他还没宣布。哦，还没宣布。你们骗出来了。他说很多地方哎，是好几场是不是？我也搞不清楚。搞不清楚，表演才哦，两个月多，两个，你看出来很多吧？两个月多，一个是哪？一个是哪？好，谢谢。谢谢。要送一首，我们要送一首，送一首，准备一首歌送你。好，预备。一、二、三。好呀！一、二、三，一、二、三。哈哈哈哈哈哈！再见，再见。你唱生日快乐歌干嘛？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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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个是，不是我。哦，我的卡夹，可是他是等下。哎，我来，这种最重要啦。好，谢谢。对。好，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恭喜。啊，你要发喜帖了吗？会啊，你们肯定都有的。啊。平常要上次那个拜，他要帮我吗？他要帮我吗？上次那个礼物有收到。有。喜帖肯定都有。喜帖炸钱。那我们要包多少包？还真的包。我跟你讲，嘿，我的婚礼呢，嘿，包越大越好。
开玩笑，开玩笑。好，谢谢，谢谢啦，谢谢，赞，这杯看起来很好喝。是你的，你的，真的，真的，真的，对，帮你叫的，帮你叫的，是你的。你也不说，那是你的，他说没说，他说没说，没说。你可以拿着走，也可以拿著走。三本姐刚帮你点的啦。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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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次见喽。下次见。谢谢，拜拜拜拜。那会做专访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吗？专访可以吗？没有啊，没有。可以耶，可以耶。啊，哎，这边拒绝了。哎。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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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